我们这次参加的是纵横旅行社的这个尼加拉瀑布二日游。这个是在 KKday 上面预定的行程呢，就是他会先从纽约出发，然后夏季的时候就是这个沃特金斯峡谷，那最后呢会到尼加拉瀑布。少女号，那这个是只有夏季，那夏季的时间呢是从4月到11月初。